这套影片包括四部分内容。影片《电子元器件的作用》是帮助高职、中技类学生从电子整机产品制造的角度，对发展很快、品种规格繁多的电子元器件产生感性的认识。影片《电路板的装配与焊接》用于指导初学者学习手工焊接，并介绍现代化电子制造企业的焊接方法及其操作原理。影片《印制板的制造技术》从介绍专业生产厂家的制造过程开始，使初学者对印制板产生理性的认识，从而对应用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软件产生指导性的概念。影片《现代电子产品的制造过程》详细介绍了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及质量控制的知识，使初学者对我国正在迅速发展的电子制造产业产生宏观的认识。每一台电子产品整机都由具有一定功能的电路、部件和工艺结构所组成，其各项指标包括电器性能、质量和可靠性等优劣程度，不仅取决于电路原理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的水平，还取决于能否正确地选用电子元器件及各种原材料，并且电子元器件和各种原材料是实现电路原理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的主要依据。电子行业的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应该熟悉和掌握常用元器件的性能、特点及其使用范围。事实上，能否尽快熟悉、掌握、使用世界上最新出现的电子元器件，能否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性能价格比最佳的元器件，把它们用于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往往是评价、衡量一个电子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主要标准。这是我们熟悉的彩色电视机的电路原理图，各种电子元器件的符号被连接起来，从原理上实现特定的电器功能。电子元器件是电路的基本单元。看看图纸，比较实际电路板，它们有很大差别。电子元器件是一个个独立的实体，它们在电路中发挥各自的性能，使电路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对电阻的电路符号和它的公式是熟悉的。但真实的电阻器是什么样的呢？常用的电阻由陶瓷骨架、两端和电极引线构成，表面导体层的材料决定了它的阻值。电阻的功率与骨架的直径和长度有关。电阻器的表面涂有保护漆，保护漆上用文字或色环标注电阻的阻值。能够从电阻器的体积判断它的额定功率。一般来说，功率大的电阻体积也比较大。从1/16瓦到5瓦的电阻器是电子产品中最常用的。
电阻有很多种类，热敏电阻常用来检验电路的工作状态，它的阻值随工作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有些电阻的样子很特别，这种线绕电阻是根据电阻丝的电阻率截取一定的长度卷绕而成的，这也是一个用电阻丝做成的电阻，它的电阻值很小，在电路中又要通过大电流，看起来就像一根铜丝。成品电阻器的阻值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的，常用电阻器的阻值构成数值系列，这些数值应该符合国际通行的 EIA 标准。表格中的数值是常用电阻器阻值的前两位数值，即阻值的有效数值。以15这个数值为例，它添加不同的倍率就构成不同的电阻值。现在用尽可能少的字符表示元件的参数是通行的方法，例如按照三位字符表示法，这些电阻可以表示为 R15 ER5 150 155等，这样表示可以在图纸上占用的面积更小，用字母 R 代替小数点，避免了小数点被污染或磨损带来的错误，也能在体积越来越小的元件上做出标识。在色环电阻上，每一个色环对应一个数值，一组色环表示了电阻的阻值和精度。这是国际通用色码表，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和金银，这12种颜色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数值、倍率和精度。四环电阻前两个色环对应的数值是电阻的有效值，第三环是倍率，第四环距离前三环比较远，它表示电阻的精度。例如红、红、红、金四个色环，它表示22×10^2，它的阻值是 2.2 K/O， 正负5%。又如绿、蓝、黑、金四个色环，表示56×10^0，它的阻值是56 O， 正负5%。再如棕、绿、银、金四个色环，表示15×10^-2，它的阻值是0.15 O， 正负5%。五环电阻前三个色环对应的数值是电阻的有效值，第四环是倍率，第五环距离前四环比较远，表示电阻的精度。例如棕、灰、紫、棕、棕五个色环，表示187×10^1，它的阻值是1.87 K/O， 正负1%。又如棕、绿、黑、金、绿五个色环，表示
150乘以10的负一次方，它的阻值是 15.0 欧，正负 0.5%。 电阻在出厂的时候通常采用边带的包装形式，边带电阻有利于大批量生产电子产品采用自动化设备进行整形和装配。电容器的电路符号也是我们熟悉的，但真实的电容器有很多种形式，陶瓷电容器的结构最符合我们对电容器的概念，它是在陶瓷片两面喷镀金属薄膜极板，压焊导线后再包裹上陶瓷材料制成的，但这种电容器的容量很难做得很大。如果陶瓷材料把多层并联的电容极板隔开，就能够制成体积小而容量比较大的独石电容器。这是涤纶电容器的画面，如果用有机薄膜作为绝缘介质